当然了，这个两个鬼的故事啊，跟这个玄奘大师好像没什么关联，但这个地方无非就是要提起我们正面的思想。那我们有没有去想过，我们在接受什么东西？那两个鬼代表什么？甚至天使代表什么？当然，这女孩的梦啊，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是把它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我说这就是佛菩萨大概就要告诉你，某些等级某些东西无非就是善恶对立，无非就是让你的心更黑暗，无非就是诱导你做一些作奸犯科，它的果报不爽。黑暗之中啊，你可能不知不觉就这样下去了。但有些书呢是引恶扬善的，有些东西是给予你生活面比较愉悦的部分，那这里面当然就是层层积极而不同啊。每个人真的去看到我生命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很多东西很好看，很吸引人。现在年轻的学子手上都有一台叫 iPad， 是吗？是叫还是什么 iPhone 啊。然后你注意看他们都在干嘛，埋头苦干啊，不是在讲的，接着就在讲，要不然就是埋头苦干这样，哇，怕他那种起劲耶，对不对？那里面的游戏到底有多好玩我也不知道啦，反正就是非常的努力，只要把这种精神拿来做一些正确的事，是铁定会成功的啦。就是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生命这样整块的或是琐琐碎碎的东西，你在做些什么？有的东西很好看的，鬼故事、爱情故事，吸引人的，你就一路一路这样。那佛学这种东西就更难啃，你每次都要自己解剖，然后每次都看自己对跟错，然后要改过自新，替世纵横，自我抗争，对不对？他说拉拔拉拔的，但这里面你的拉拔跟你的自我抗争绝对会成功。问题是你埋头苦干是有分数没错啦。最后呢，不知道是什么答案，我们也不敢说。那我们再看玄奘大师，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他心中就是要比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到底什么是对，所以他于贞观三年的时候，27岁，西行，孤身涉险，历尽艰难啊，经过好多好多的地方，到天竺的北境，越过现在的新疆省北路，经土耳其斯坦，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啊，进入印度境内，这个过程是很遥远的呢。在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补给品呢。那怎么样一个人，怎么过这样的沙漠？怎么样有语言的障碍？这个勇气呀、啊，这个勇气非一般人有的。只有一个正确的理念，我一定要突破，我一定要找到我生命的答案，我一定要找到，我要了解什么是什么。所以里面呢，他讲沿途瞻礼圣机，一力难行至摩羯陀国。摩羯陀国当然就是印度世尊当时的一个国，那个时候是贞观五年，就走了三年的路才走到呢。惊三年，咱若惊三个月吼，他唔知影要安怎。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电话，也没有 BB call， 也没有办法跟家人联系。你要求救也不尽然有什么讯息可以发送。这里面呢，就是内心的一股什么真理的追求。所以之后到那烂陀寺去留学。那说这个那烂陀寺当时佛法兴盛的地方，那烂陀寺啊，就是聚集所有要印度，所以要研究佛法的这些学者，有修正的大德在那里一起，等于一个大的佛学院。还有外国来的留学生，像玄奘大师就是中国去的留学生嘛。当时当然也有日本的啦、韩国的啊，各国的留学生，可能日本是比较后来啦，因为日本根据朝代而言啊，他秦始皇之后才有500个童子嘛，
五百童男童女建设日本国，那到唐代的时候，那当然应该是有日本去那边取经的。那烂陀寺有多大呢？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用一个灾难来比喻，那烂陀寺它里面的经典啊、著作哈，无量无边。那到回教，回教到印度去的时候，它有就是毁佛事件，也就是回教推翻了，推翻的当时佛教，所以他就放一把火烧那个那烂陀寺。那烂陀寺里面的经典整整烧半年，这样可见那烂陀寺有多大，可见他的著作有多少，整整烧半年才把那里面的著作跟经典都烧完。那这个玄奘大师呢，能够到那烂陀寺去好好的当个学生，还真的让人家羡慕啊！他在这个地方学习《瑜伽师地论》《显扬婆沙俱舍顺正理对法因明生明极量中论白论》，是不是很多论？我们可能近期一生研究个一两部论，就已经头一个头两三个大，而且他这个还是原点，他这个还是印度的语文，所以当你想要的时候，你什么都会发展出你的潜能去学习。当你不想要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兴趣。那这里面啊，玄奘大师在那里钻研，经过五年，然后呢，遍游五天竺，也就是他又到印度附近的所有的国家好好的去游览一番，游学12年，再回到那烂陀寺，因为那个时候是大乘佛教最为兴盛的时候，就公元5、6世纪4、5、6，这时候是大乘佛教发展的最好的时候，所以他游学12年，回到那烂陀寺，游学之后，那当然所有的理论体会上面也完整，比较完整了，所以他就根据戒贤他的师父，他师父之命叫他说，你出来讲，出来讲摄大乘论跟唯识抉择论。那当时在那个地方，玄奘大师也是很有名气的留学生呢，他是中国去留学的。我们现在要用印度的角度来看看这个玄奘大师，他到那边他是中国人，他在那边游学之后，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狮子光，他讲中论跟百论，然后要驳斥这个玄奘大师所说的。那于是玄奘大师又汇合了中观跟瑜伽师地论，做一个会中论来破斥他，叫破见论啊，破恶见论。那这个地方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学术上的探讨跟冲突，这理论就是这样的。但事实上在修行里面它不会冲突，只是有的人他以这个为入门，所以他会在这个知见上面有自己完整的一块坚持，这是法执。那有的人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切进来，如果两个语言不一样，你可能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冲突，是对与不对，那就是过程啊。到玄奘大师41岁的时候，他想要回到中国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国王叫戒日王，戒日王啊，他在屈女城为师做大法会，就是要帮他践行。那在践行邀请5印度18国王都来到这个地方，表示这个戒日王在印度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威望的一个国王，他们是小国制嘛，他们的编制是这样子，所以18国王都到这里来，那所有大家都一起来这里论说佛法，有一个辩论大会。当时玄奘大师就聘请为论主，称扬大臣，所以他提出的论文叫《真唯识两颂》，那悬挂他写出来了，悬挂于那个会场的门外城门嘛，他就这样倒了起来，那些城门上面就他的著作挂下来。那挂在那个18天没有人家去读，18天没有人敢驳斥他，因为他理论思想所有很完整，读唯识的就知道他理路很明确，
他怎么样的一种思维模式，他不会颠倒的。那他这个上面，所以18天都没有人敢来问难。这个玄奘大师可真不是一般人哈。所以后来哦，大家非常的敬重他，18国的国王都皈依为弟子，都皈依玄奘大师。之后呢，玄奘大师就回来了。那回来正式抵长安的时候是贞观19年二月，正月啦，贞观19年的正月还抵长安。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唐朝的皇帝啊，知道玄奘大师要回来哦，文武百官啊出这个城门去迎接他。那话说玄奘大师，这个历史上写的啦齁，话说玄奘大师当时要往西方取经的时候呢，他过我们中国不是有城池吗，过那个城池的时候，他所有的树都往西，这中国里面有故事啊，所有的树都往西，因为他要往西。当那一年玄奘大师要回来的时候，所有的树都往东，这天地与之呼应，那一直都往东，大家都知道玄奘大师要回来了，学成归国，一代高僧。那他回来的时候啊，百官文武百官盛大的欢迎。那他所基持就西带啊，基持的金像舍利等有数百件，其中除佛像跟佛的舍利150例以外，还有请回佛经梵文原典520甲657部。这不是简单的不像我们现在一张卡就可以了，对不对？也不像我们也没有出去文字档，当时是一页一页抄的。在古德还有一个故事啊，大家听得会很感动。在古德还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我们中国去的留学生，也是一个大德大师。那他要把一部经啊带回来。可是当时啊，印度他并不想把他这个国宝啊，就佛经的东西外传出去。他就抄，日夜的抄。抄一抄之后，他要把这个经典带出来要验身啊。不行，对不对？于是他就把肉挂开，他就把自己身上一些地方割开之后，把这个抄的经典放进去，然后给它听起来，哎，听了没？因为这是真理呀，这是佛法，我们所不懂的。然后很辛苦，身上都是这样，然后一片一片的塞进去，过了这个印度关卡，过了这个印度关卡，回到中国之后，那里面一定烂个草，一定会听没？一定捕人的，你现在插一支旗在里面，你试看看，那个是怎么样的发心？他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指导，我们应该要了解它。我们从这个修行的时候，我们可以体得。回到中国来，这个把肉刮开，一片一片，一位一位，这个拿出来，再来翻译。这种精神，我们佛经怎么来？会不会感动？我们现在都很简单的看看这本，人生头小黑一下。如果不小心喝个茶水啊，喷到，我们对这个经论的恭敬度哦。你如果是把它反思回去，这些大德他们对于生命的这种讯息是如此的珍贵，珍惜它，对于经典啊，能够指导我生命的一些错误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继续来了解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回来之后，唐太宗跟高宗都非常的轻重他，就供养于大内，赐号三藏法师。这个时候唐太宗那个时候很兴盛，唐太宗就跟他讲说，哎呀，你气到辅政当个国师，那师他都说愿守戒资门阐扬仪法，就是我愿意当一个
出家人，资就是出家人的这个代表的一个文字哈。他说我愿意守戒，然后我当一个出家人，我要阐扬佛所说的这个仪法，所以他辞退。那这个时候，这个皇帝也是很尊重他，就帮他开了个译经院，让他有这样礼请很多的啊这些有学士的有修行的大德一起来跟他把这个经典翻成中国字。所以玄奘大师先后在弘福寺跟大慈恩寺玉华宫里面译经有19年的时间，共译出了很多，有大般若经600卷，瑜伽师地论100卷，大毗婆沙论200卷，俱舍论、成唯识论、舍大乘论等。所以他把他在印度所学融会贯通的所有东西都传到中国来，所以中国的佛法很完整，是因为我们有四大翻译家，在每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带了大量的经典进来。那这个玄奘大师后面这一段是蛮有趣的，历史上很珍贵的史实。所以玄奘大师著有《大唐西域记》有12卷，里面内容记载着西域、印度、锡兰等138个国家的历史、地理跟宗教、神话传说、风土人情，多不多？我们游过几个国家？我们可能是这个家庭比较富裕的，那你可能欧洲一趟那得多少几个国家？他一个人真的走到的地方，亲见者110国。亲身到达的地方110国，没有到达而传闻的有28国，总共他这个游记里面有138国。在过去啊，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史实记录。所以该书在佛教史学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亚、南亚的史地文化上面有很重要的这个参考价值。所以这个玄奘大师是不是非常人啊？那再来了解玄奘大师他在迁化的过程啊。麟德元年公元664年2月5号的时候逝疾，世寿63岁，有的讲65，有的讲69。那这个玄奘大师逝疾之后，唐高宗非常非常的伤心啊，哀痛欲横，为之罢朝三日，追谥为大辩觉，建塔于泛川北原。那后来当然中国就是有一些所谓政变啊等等的这些情形。到太平天国的时候，这个塔久了就没有人去管理它。只有太平天国的时候当然是有些战乱，所以这塔都倒了。然后到这个乱世这个战乱平息之后，也没有人看得出来这原来是什么样的建筑。就像说我们近代有个红卫兵那中国的很多的东西也都破坏了，很多的传统的建筑啦等等都破坏了，很难再去回溯过去。那这个时候呢，日本抗战跟中国有战乱的时候，日本人进入到南京修土地的时候，修路掘地的时候，得到的灵骨，得到了玄奘大师他过去他的舍利的意思。所以呢，后来日本人把部分的头骨就归还给我国。那因为日本投降的时候是日本在台湾嘛，后来他回去的时候就还给我们中国，那当时就是以台湾为代表。所以把这个玄奘大师的一块头骨放在台湾省南投县日月潭的玄奘寺，这个玄奘大师的过程。那这个当然我们了解经典的时候可以不用这一段你也可以不用知道玄奘大师这么多故事。那无非就是我们既然从基础开始要了解很多经典，也可以了解玄奘大师他这个过程里面的跟我们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我们生命的主旨？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为自己生命的这种
迷惑的点，而努力的要去把它弄清楚。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为功名利禄。那每个人的重点不一样，哪一种重点可以让你的生命发展出最大的价值，而最后你真正毕竟的自由自在，这个是自己抉择的啊，这是自己抉择啊。那里面呢，再补充一个，今天很轻松啊，补充一个玄奘大师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玄奘大师不是从中国出西域嘛，新疆啊这一带，难免会碰到很多土著啊，土著就是没有发展的、没有很开化的地方。那这个玄奘大师毕竟是年轻人啊，中国的年轻人。那中国的年轻人在当时啊，他就到了一个土著去，那土著言语不通，那言语不通了，人家看说，这个那个土著他有一个习俗，就是要祭祀，就像我们以前不是有无奉吗？是不是？就是到了那个祭祀的时候，当然要找一个人来祭天地鬼神，这样子才会太平嘛。那当然不能找族里的人嘛，阿弥陀菜大概让我干净也不干嘛。如果有外地来的话，也是人嘛，当然是从外地的人来祭祀就比较好。啊，这是一个这个玄奘大师的那个另外的一个叫做野史里面写的啦，给大家做参考。话说这个玄奘大师啊，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就看他气宇轩扬，就是说这个气度啊，各方面气质很好，玉树临风的，然后言语不通，所以不知道玄奘大师的来意如何，你知道今天来家被冲杀。那又到了祭祀的时候，那大家那个里面的祭司啊，跟国王就讨论之后说，这个不错哦。这个来祭天祭祀我们给你一点点太平没事的。太平没事就把玄奘大师关起来。语言不通呢，玄奘大师被他供嘛，供美通啊。供美通呢，中间有一个人他略略懂得华语。那玄奘大师就跟他表达说，我只是路过这里，我对你们是没有恶意的哦，我没有恶意，我路过这里。那你就说你们不要为难我，我真的是要去西方取经啊，我都没有要贪图什么，我也不会对你们做什么坏事，我只是路过这里。他一直强调这个。那这个国王管你在路过这里不路过这里，我是爱你的人，我要管你在那边冲啥，对不对？我要的是完成我这样的一个所谓宗教活动嘛。啊，就时间到啊，哈，玄奘大师有起个肥肥啊，是要给他去祭祀啊，就时间到啊，大家就围起来。啊，这个可能就《西域记》里面吃唐三藏肉的故事的那个，它的原点其实就来自这个啦。啊，就编了编个些《西游记》啊，大家就围着啊，那围着啊，大家族人就在那里啊，什么丰年庆啊，不管怎么庆，反正今天就是这个唐朝来的这个和尚今天要祭祀啊。这个祭祀的时候哈，这个国王哈，就跟玄奘大师说，等一下哈，你好好吃，等一下哈，你就 OK 了这样。玄奘大师哈，伊就甲这个国王说哈，你给我十分钟，你给我一小段时间。他说，你最后的要求是什么？他说你给我一小段时间。他说你要干什么？他说哈，反正我是对你们是没有恶意的啦。那你们如果一定要我来祭祀这些的时候，请让我给我一点时间，我跟诸佛禀报，我跟诸佛禀报说，弟子无能啊，业报身重，我没有办法圆满我的愿力，西天取经来利益所有的众生，这是我向诸佛菩萨禀报弟子惭愧之处，然后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好好的静心，我要好好的把我的心放得很平静，这样你们杀我的时候我也能够甘心，那你们我也不会怪罪你们。
让我的心好好的静下来，这样你们的神也会得到比较好的祭司。他这样说啊，他这样说的时候啊，这个国王跟祭司听听，哎，我呀，人家最后的要求非常合理呢，而且他还要静下来，他不是带着仇恨，他要向他发愿的诸佛菩萨禀报弟子无能，啊，都好一样呢，这一路，啊，玄奘大师都真的就好好的禅入定了，禅定当中。话说玄奘大师入禅定之中呢，风云变色，风云变色，他那个祭坛嘛，那个地方啊，哦，风云变色，雷电交加，所有的祭司跟所有的那些土著惊到呢，想说这不是人啊，这一定非凡人啊，那会使给他抬，杀了之后，搞不好我们全族都要灭光啊，我们亵渎天地。啊，结果他们就不敢杀玄奘大师，可是玄奘大师一个人啊，就这样进入深深的禅定当中，不管外界的怎么样，因为他就请求了这几分钟给他，而进入深深的禅定。这代表了什么？护法龙天，这菩萨是真愿啊，是真的愿力。后来他们不敢杀他，就放他走了。这个大概就是《西游记》的版本里面最早的蓝本。好，那这样玄奘大师的故事，大家心中有一点策动，大家想一想，原来咱是在家欢呼，对不对？我们能够听经闻法啊，我们就得好好好好珍惜我们可以听经闻法。就像你到底拿哪一块 DVD 后面的两个鬼，你后面到底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吸引力，是什么样的路径，他到底要干预你什么，最后你是怎么样的路径。生命自由心证嘛，是自己选择的路线嘛，真的还是要很认真的去面对自己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经文，在进入经文里面，我们先看一下六成就。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众成就。凡是所有一场法会，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场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一场完整的法会必须六缘具足而教法兴，它必须具足这样的因缘，所以才会有这么一段历史，真的发现，真的现前道理，真的宣扬，就是有真正可以让众生得到清净性，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理。那在这里面呢，众生真的可以清净的相信佛所说的，由阿难最为代表，而闻成就当时佛所说的法语，听闻者有要听闻的人，有这样一个需求。识成就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也就是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是真实的发生，它不是虚构的。现在我们可以虚构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科幻的东西，未来或是多少年多少年，那个是虚幻，但是不是会呈现，我们还不能够说什么样的答案。但在这个历史的记载里面，佛典的记载是确确实实的，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世尊说法，有听经的人，然后主成就，这是有一个说法者，那当然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处成就在某一处，就时间空间的因缘都完整了。众成就，这个完整合起来有很多的大众，这样六个因缘才有教法兴。今天世尊他目睹星空，大彻大悟，但彻悟的是他自己内证的东西，众生能够了解吗？想要听吗？愿意信服吗？
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因缘，对不对？所以就像你煮一顿饭，你也要好多种成就吧。第一个要有锅炉啦，你要有煮菜好了，要有一个可以炒的，这个叫什么？炒锅啊。刚刚讲的锅炉是火的意思啦，有火锅、铲子，这些是硬体设备。好了之后，你还有菜，对不对？菜好了之后呢，还要有什么？还有水，还有刀。你没有刀没有关系啦，有水把它洗干净啊。啊，没有刀，我给你用手压啦，对不对？最后还要什么？还有一双手。那么你给它坑了去，也要有一只手把它放进去啊。所以你还是要六成就呢。所有一切的成全圆满，都需要具足因缘。而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宇宙的人生的道理就这样皆然于世。啊，佛所说的东西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东西哦。伊不是说他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如果佛所说的东西只是他的东西，不会留到现在。就听一个故事而已啊。佛所说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的东西。它里面讲的善恶的想法，每个人的因缘果报，都是我们真实的去感受到的。是我们真的活着的时候，现况啊，这是现况。那讲我们轮回的痛苦啊，我们的关系法，我们的果报，这些东西都在讲我们自己，讲我们自信清净。我们如果透过修行的时候可以体悟，这个也是讲我们自己未发现的现况，讲我们最后能够发起什么样的心完成修行，这是在讲我们如果有意愿的话，终究会成功与他一样。所以佛不是在讲别人的东西，是在讲我们共同有的东西。那这样的理念来读佛经，你就会发现这个佛经就是在讲我自己的路径跟生命实况里面的点点滴滴。那我们翻开课本里面第四页里面的甲一续请分，续请分之下又有分续正叙述正信之下又分丙一丙二，就是闻识主处，跟丙二是听众法会，这里有分好几支这个是科判。最主要经文里面第一句他讲，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月音树下。这个地方的如是我闻，这个是当时啊，当时世尊呢、在世间说法弘法利生49年，然后要入灭的时候，这个弟子阿难啊，这阿难就是世尊的堂弟，跟随着世尊出家。那这个阿难啊，知道世尊要入涅槃，哇，非常的伤心啊，惊恐啊，失去人天导师。靠靠给我们昏气啊，那啦。那僧团里面的长老啊，就跟他说赶快去问世尊啊，有几个问题你一定要先问清楚，要不然以后我们怎么办，没有个标准。于是啊，这个阿难就去问世尊，那世尊就跟他说啊，你要记录我所说过的经藏，所说过的话，你卷首第一句就要讲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这样可以跟外道的经典做一个区隔。所以呢，这个地方如是我闻就是阿难说，就是根据这样的说，根据我阿难事实上听到世尊所说的言语如下，没有错。那这样的简单解释。那这个如是是信顺自己所闻之法，也就是阿难他自己真的信而且顺听闻，这个是事实的。大众也一样，我闻是确实是我阿难亲耳所听，是信成就闻成就，又做正信序
那这个是续情分，就是开头的缘起的意思。那一时当然就是六成就里面的十成就，一时在讲那一段时间确确实实发生。当然印度的这个时间没有记录的那么刻度，没有记录的那么详实，那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几分几秒、哦、那当时呢就是确实有这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一时那段时间薄伽梵就是佛、哦、薄伽梵就是佛的十号之一，诸佛都是有十号，十号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是佛的十个名号。那开始他用薄伽梵，那薄伽梵意思也就是有德能破世尊尊贵。那在当时印度薄伽梵讲的都是有德跟圣者，意思是一致的，它具有自在正义离欲吉祥名称解脱等六义。那我们用在佛教还是用一样的名词叫薄伽梵，但是在讲的是世尊，因为佛陀具有德能分别受众人尊敬能破除烦恼等众德，所以薄伽梵亦具有德巧分别有名声能破等四种意义。那这只是略略了解薄伽梵的意思。当时确实世尊也就是薄伽梵佛游化诸国，游方行化。当时哈、哦、弘法不是像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的弘法是啊，哎，都到坐飞机到澳洲，然后坐到新加坡，或是坐到北京，或是回到台北哦，然后坐高铁到高雄，我们这是定点的，对不对？最初的时候，世尊在这个游化诸国说佛法的时候，他是这样慢慢的沿着恒河的两岸，因为那是人文集中的地方，人活下去一定要有水嘛，所以当时的这个印度比较开发的，物资比较丰盛的，就是沿恒河两岸，所以他从这个恒河边，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有人愿意听闻佛法，他就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慢慢度化众生。当时呢是托钵的，每天都是出去托钵的，那回到一个定点，那没有还开始还没有所谓国王大臣为世尊建很多很多的精舍之前，世尊就是一个点一个点这样去弘法。那弘法到这个法源打开之后，大众信服之后，哎，有人就发心啦。有人发心哦，我要去买一块地，那我要建一个精舍，请世尊跟他的弟子在这里住席，那在这里弘法。于是就慢慢有什么竹林精舍啊，那有广严城里面的啊，这个奇树几孤独园的啊，还有哪里哪里的啊，南北各处都有让佛去弘法的地方。那这部经呢，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是在哪里呢？就是世尊到广严城，广严城是中印度的一个城池，那广严城就叫毗耶离城。毗耶离城呢、是很有名的地方。毗耶离城也就是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所住的地方就是广严城。话说佛灭度后啊，700位比丘也在这个广严城毗耶离城，在这个地方结集经典，就是第二次结集经典的时候。那这个广严城世尊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也相当有一段。那住月音树下，哎呦，哪有这种树真的会发出音乐，其实这是譬喻法啦。好，譬喻说这个广严城，因为那个地方人文啊物资丰盛啊，是一个很开发，在当时是一个很开发的首都的形同首都的一种建设，所以呢有浓密的绿荫，风吹树林的时候会沙沙作响，那声音听起来好像音乐一样有音韵。所以这个时候世尊就带着弟子，然后走走走游化之后，大家在那里
休息。那休息的时候，当然就很多这个勤法的大众聚集在那里，所以在住月音树下。那接下来的一段经文呢，听法听众法会丙二的地方，那月音树下呢，浩大停留在那里，与大毕除众八千人聚，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天龙药叉、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哎，这个就是在讲众成就。当时有多少人呢？里面有佛的弟子大比丘众，就大比丘众，就是大比丘众。那我们一般经典里面讲常随众，常随众就是佛走到哪里，学生嘛，就跟着老师一起走，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佛说什么法他们就是专心的学习。好，那个时候有1250人是常随众。那这里讲的众有8000人，就表示常随众以外还有很多又是剃度的。1250人是常随众，还有很多是走到各个点，还有剃度的，还有弟子在剃度的弟子。这样总共出家人有8000人。还有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哦，这多了。咱那三万六千人，啊，佮加四，佮加八千，安尼话者，四万四呢？迄四万四，我伫遐讲话，你敢听有？咱普通人咧讲话敢听有？无可能的代志，两千人你有听无啊？对不对？而且44000人要整队要多久呢？我们一个学校都嘛3000-4000人，学生整队还常常练习那个排队舞啊，然后一大早要升旗的时候，那整队要时间呢，而且已经有制度了，有对不对？44000人那怎么排啊？44000人聚集在这里，普多嘛就大喊就大喊，阿妈嘛看无呢，是不是？所以这里面代表什么？法界中来听闻佛法的法身大士，这代表十法界里面啊，一个十方各处而来的听闻佛法的菩萨，不一定说现前的一定是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还是念在常随众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那这个这样可以了解吧？啊，我就讲，哎，弥啊，那他这个声音要传那么广大，那么深又远，当然佛是不可思议，因为毕竟是成佛。但我们还是现在有发现罗马竞技场啊，罗马竞技场啊，那声音是不是会这样传呢？是不是？这不用麦克风的，他要表演什么呢？中间的声音他就会这样传。那我们去那科博馆的时候，他也有声音对传的一种建设，有没有？你在这里讲，他声音可以传很远，他会有跟着声波而去建筑它，这个也是科学，这也是智慧。就每个道场要是按那些真的，那我们有麦克风，我们有灯，那智慧已经失去了，我们没有老祖宗的聪明，所以现在哦，这些东西其实值得探讨哦。好，再来说有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那等一下再介绍菩萨摩诃萨，先把知道一下这与会的人、与会的大众有哪些人，即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跟天龙八部，这是些人非人啊，就是是人也好，是护法龙天也好，是药叉这是鬼啊也好啦，那是所谓的冥界的众生也好，有无量的大众。恭敬围绕，就是在佛的身边这样，那佛来为他们说法，大家聚集在这里，那一起要谈论佛法。这个时候就先了解一下菩萨摩诃萨，在旁边有解说，这菩萨就是菩提萨多，就是意思翻译叫做道众生，觉有情，大觉有情，道心众生。他不是讲我们凡夫众生，刚刚今天开堂的时候在讲啊，发愿的动机，
行愿的坚持。同学，你有没有略略感动？哎，有呀，我大刚咧行愿的坚持，就是我要吃三个坚持，发愿的动机。嘿，我下一个目标啊，是双 B 轿车，可能都锁定在某一种物质跟某一种现况的利益。他们就是哎，买一栋豪华别墅啊，是不是？那这个地方讲的是绝有情，我真的要悟开我生命的瓶颈。真实的道理是什么？我怎么解决我的烦恼？是这样的众生叫菩萨。那我们现在都要强调菩萨心肠，那个是暂时的，有的时候是暂时的善的样子。而这个绝有情，它不是所谓暂时的善，或是偶尔的善念、偶尔的善行。菩萨他不是这样定义的，他是他生命所有在做的东西都一致清净的愿。那他本身呢，处在一种我是要觉的，他本身的主旨的内涵是这个，我是要觉的。我是要来突破我生命瓶颈的，我是要来完成我该完成的，是这样的众生，而不是我们片片段段的。哎，你真是这个菩萨啊，这个叫做菩萨，明天才叫做罗刹。你本身到底有没有在这上面？真的是在觉。当然菩萨的展现也，当然我们也看过很多菩萨不一样的展现啊，每一尊菩萨他修行的过程里面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来了解菩萨的意思是求道，求大觉之人。所以求道的人他是有大心的，这个大心不是贪心的大心，而是你有宽广的心，你要有觉悟的心，你要众生跟你一样平等的心。你在这上面它是不退的，它这个东西不会摇摆啊，它不会摇摆这样子的一种众生，这才叫菩萨。那么一般来讲，声闻缘觉跟菩萨合起来叫三乘，也就是上求佛道，成就无上菩提，下悲啊，就是以悲来度化众生，悲下化众生，修诸波罗蜜行，这是他的德目，就他行为展现出来、表现出来，他整个表现出来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以及智慧的展现。这样的众生于未来成就佛果，而现在还没有成就之前，这样的修行者叫菩萨。这样菩萨大家都听过啦，我们都被叫到习惯，各位菩萨我们是不是都被叫到习惯，真不好意思，是不是？那我们以后真的是要了解。所以有些时候想，各位居士啊，各位居士大德，说实在这个大德也不大好意思堪称啊，堪称大德，我或许一点小德都没有，所得心倒是一大堆。这上面呢，当然你如何让自己无量无边的宽跟广，在这上面要学习啊，真的要去真正的内心明明白白去省思自己在做什么，省思自己每天在这里面是在怎么样的一种混杂里面，我有没有放宽呢？我有没有宽？我有没有广？我有没有要觉？那菩萨有多种分类哦，依他的误解深浅有不同的菩萨阶位。那这个地方我们略略了解一下，菩萨有种性的问题，那他也有在修行里面次第里成熟跟不成熟，正量里面真的他完成的功德有这样来分类。比如用种性入未尽，我们可能有菩萨种性，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修行。
有的人可能还是声闻种姓的嘞，对不对？有的是罗汉种姓嘛。所以这个地方有种姓跟入跟未进。你进入之后开始学习菩萨行，不一定你的身心已经清净了，还不一定的。所以好，未进一直到进，进之后呢，你的根气成熟了吗？你所谓的知见这些东西成熟了吗？所以有熟，有未熟跟熟。那这过程稳定了吗？所以有未定跟定。那最后你能成佛吗？有一生跟最后生。这里面就是菩萨的好多种分类。后面这一段我们快速的，未得净心称为种性，发心修学称为入。我们有没有发心修学？有。有。但是一定要坚持啊，是这样，心愿的坚持啊。发心修行啊，发心修学入。以入而未达净心地称为未净。净心地呢就是菩萨的初地。初地，实地的初地，欢喜地的。因为